魏叔叔，你在炖什么汤啊？这么稀罕啊！不是，你不是在那个？哎，我明明看见你进厕所了。我进厕所了吗？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吗？哎，没有，你一定是看错了。没有，不对呀、啊。嗯，稀罕，真是稀罕。哎，魏叔叔，你真是好手艺啊！魏叔叔，你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睡啊？睡不着啊。 这个，那个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啊，一定是客厅太吵了。哎，这点我已经说未来好几回了，怎么让你睡客厅呢？是不是？那个，这穿堂风，呼呼一吹的，你这个早晚就得个感冒发烧流鼻涕，是不是？沙发这么软，啊，老人的腰能受得住吗？颈椎、尾椎能受得了吗？是胳膊腿没事也能睡出个病来。要不这样吧，大姐起啊，你睡公主房，我睡沙发怎么样？这。 哎呦，你怎么睡我床上了你？我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还让我往上面爬呀？不是你不是睡外边吗？哎，平，他说是对我的腰好，非让我和他换地方住。哎呀，这回好，腰没事，腿折了。啊，我给你修修。去去去去，用不着你修。里边啊，老哥跟你说点事儿啊。啥事儿？ 你坐下。搁这块儿吧，有点儿郁闷，还不是纠结，也不是有口痰。对，说正经的呢，谜团，这儿谜团，怎么的呢？那个，你说啊，你说这白萍，他为什么非要跟我换地方睡啊？ 他怎么说的？啊，他不说了吗？为了我腰好。为了他腰好啊？什么？不是，我哪知道啊？要不这事儿啊，你问问魏兰，他知道。你问问呗。行了，我困了，我睡觉。不是，这事儿问他不合适。
细节，细节很重箱子味儿太大了。这丁洋洋也真是的，太不靠谱了，让他看个人都看不住。来吧，这。小夏，今天你得帮叔叔一个忙。没问题，哥，你说。你姐过生日。对呀，所以今天晚上你要独守空房了，我要回家陪我妈。不是，什么叫惊喜啊？电视剧不都那么演的吗？女主角一推门，满屋子的人从沙发后面呜出来了，生日快乐。不是，你不早说，我这上哪儿给你找满满一屋人去啊？你姐人都不知道在哪，怎么过生日啊？哦。数个筷子，数张碗，数张照片啊！呸呸呸呸！别说那些不吉利的啊！哎，你别着急呀、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一会儿我就请假先回家，你呢也早点回来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千万记住啊，绝对不能告诉未来，不能让他知道。惊喜！哎，你真土！你这样，你赶紧买菜去吧。你给我做满满一桌菜，这比较靠谱。我明天要出差了。不知道，反正就这两天吧，到时候给你微信啊。嗯小姐吗？喂。浪费钱。我就是让全公司的人都知道，你未来已经名花有主了。给我发你下个月零花钱啊！任凭老婆大人发落。今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，真不用跟你爸说一声。没事啊，我爸从来不记得我生日。晚上见喽。康总，这个月最后几个项目的销售业绩。再做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给我，下班前放到我桌上。是，康总。恋爱可以，不要影响工作。是。蔚蓝，生日快乐。Thank you.
口。天使啊，我上回跟你说的那个，你董事长，董事长，我给你没给我复印。什么东西啊？姐啊，今天晚上这稿子出来以后，那个王主编，我还有事儿。情。